大家好，我是九龙豪宅 Catherine Goh，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就是浩田一个特色的单位，我们现在一起看看。浩田就除了第一层住宅部分是有花园的单位之外，而物业最顶的两层部分单位都是有特色的户型，连分层 lobby 亦都是经过特别的设计。今次介绍这个单位就是十座 A 室，实用面积1487尺，经过入门口的玄关位就是到我们的长方形客饭厅了。单位采光度极高，因为除了是有露台落地玻璃的窗户之外，还有一个大平台。这个大平台除了可以望返我们屋苑的内园之外，还可以望到码头围配水库球场和何文田上配水库球场。平台旁边都种了植物，令到这个平台更加有绿油油的感觉。现在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回我们这个客饭厅，我们从单位露台那里望到出去，就可以望到我们屋苑内园的泳池景和开阳的远景。单位属于原装格格，三房两套。现在我们先望一望主人房，面积阔落就当然的了，而采光度亦都十分充足。单位另外一个平台就是由客房一路行到去主人房，而去到主人房的位置外面就摆了张小餐台。主人浴室就是有窗，保留翻收楼标准，而浴缸和企缸当然是分开啦。另外一间小套房就是呈长方形的，小套房的浴室整齐企理，它是用企缸。这间就是最小的客房了。客厕就是采用浴缸的设计，厨房比例也都是不小的，它是采用正方形的设计，保留发展商的收楼标准，保养得不错。橱柜、电器和煮食的炉具全部都是用名牌。工人房就在厨房对面的，摆了张吊床在这里，下面还可以放杂物，有他自己独立的洗手间。多谢大家看我这一条片，如果喜欢的话就记得赞好和分享我的频道，如果按埋钟仔就更加好了，有最新的影片第一时间可以分享。多谢你收看，下条片见，拜拜。